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玉阳。因为我刚刚出去那个回消息去了，所以卡。我在哪儿？你猜我在哪儿啊？我在车上。一直就是说直播，但是要不就是时间不合适，要不就是妆发不合适，要不就是地点不合适。其实今天地点也不是很合适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会介意，所以我就说那今天就来在车上直播吧，也不是没在车上播过。你看，如果我没有打光的话，我现在在车上应该是这样，然后我给自己打了一个光。还加了一张纸巾，就是那种，对。就是手举的稍微有一点点的酸。突然吗？之前不是，我记得好早之前就说要直播，但是当时因为就是各种就是一种就是一个原因吧，反正就没有播成，所以就一直说补给大家，然后。就是今天就说补一下，潘大在我这儿呢，但我不给你们看，哼，哎呀，我手有点酸，放点音乐吧，好吧，我最近特别喜欢一首歌，哎，我如果在这上面放，你们能听见吗？哎呀，好烦啊！我用这个手机放，等我一下啊！太麻烦了，不行。你们那个有手机借我放下音乐吗？把那个音乐给我打开。QQ 音乐，等一下。QQ 音乐。嗯，等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没事。放点音乐啊！后来遇见他，听得到吗？潘大在干啥？潘大在睡觉吧？太好听了，我可以单曲循环。我现在睡不着觉，就听这首歌，啊，单曲循环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我今天不是来成都了吗？然后就正好回家有点事儿，就说正好就跟家里人回趟家。今天见到
让粉丝开心啊，就是真的大家蛮热情的。想对你说的话，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。没有工作，今天晚上现在不是在工作啊，现在直播跟你们聊天，然后。对，今天下午听见那个徐二花，我震惊了。本来其实挺感动的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喊口号，对我也挺感动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，就你们还编了口号，然后我也挺感动的。结果听见徐二花的时候，瞬间就硬生生的就给我，对，就是把我的眼泪给我弄回去了。你和我的相伴，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。你身边的他，是否像我一样，能让你快乐吗？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。直播不就是想播了就播吗？对吧？想说什么说什么，直播也不是工作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春秋冬夏，愈合我的伤疤。大概我会一直幸福。多直播了，我直播太多，到时候就不知道就是该说啥。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，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。康大在干啥？啊？睡觉吗？潘大大，天哪，我嘴巴了，快给我吃！让你亲我不亲我，没让你亲你又在亲，天哪，我嘴巴里头了。过来，亲完就想跑啊，亲完就想跑，是不是？
就是因为老洗半个头，所以里边现在是红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寻找的山。我系着安全带呢。一个我的你身边的他，是否像我一样，要要你快乐吗？有太多想对你说的话。没有刘海啊。
我有在网上就是看到，就是你们在那个唱那个歌唱聆听，老感动了。唱歌唱啥歌？我眼睛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得往下看，因为你们评论在下面，我看上面我就是看我自己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下面，我只能看下面，我眼睛不能看上面，就看不见你们评论了。聊啊。吃了，刚吃完饭出发。密室逃脱，密室逃脱。其实我是害怕更多。
后，然后结果他跟我说我的头发因为之前染过深棕，所以必须。是我的头发，因为之前染过深棕，所以必。有刘海的头发，你们应该很快就能看见。明天我这次没有带化妆品回来，所以我明天肯定不会化妆。每次都是我化妆的时候出门就不会就是碰到熟人，但是不化妆就是一定会碰到。没有没有，不会。就想，因为上次没播嘛，所以就比较着急，不然的话肯定会找个地方就是好好的播一下。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说。潘达，潘达应该睡觉了吧。you
看他在看我直播，也不知道他看明白了吗？啊？笨蛋，姐姐姐来，哎呦呦，乖乖。他好像就没有睡着，也不知道在干啥。Hey, Tom.
叫潘娜。有一点困吧，但是还能忍。白，因为滤镜的薄皮加上我的那个蓝光，我只要一打哈欠就可以一直打，所以我不能让自己打。一直在打哈欠，我只要一打哈欠就停不下来那种。没哭，真没哭，这次是真没哭，之前是可能有一点点，就是今天是真没哭，就是那个打哈欠打。我自己的那个叫什么，我的微信头像就是一个我打哈欠的照片，然后他们就会朋友跟我说，每次就不想跟我聊天，说跟我聊天就困，因为看见我打哈欠的面相，看见我那个打哈欠的特别有传染性质。但是失眠的朋友就很感谢我。有你的体贴，其实没我你分不清我先差别，结局还能多一些。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发出我发了的呀，那个照片我发过微博。真的自拍这个东西我真的有研究过，但是我发现怎么就是我换姿势或者换表情就不好看，你知道吧，如果不知道是自己看不习惯。
奇怪的什么原因，最后反正选的都是，就是还是最后那个角度，就这个角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换歌了，我一只手打不了字，我这只手拿了两个手机，我换了，不放歌了。是不是应该放晚安收尾才有仪式感啊？减速带就是开过去，这个声音特别大。我不会什么回放啊，合唱大聆听合唱，我听见了，唱的老好了，你们唱的老好了。熊猫哥。什么升级了？说我升级了。行啊，我说十点半就一定要十点半，发呆都要发到十点半才下。聊天吗？那就跟我聊啊！我现在有点晕车，我现在找不到新的话题。你们问我问题，我就可以回答。那比起密室，我更喜欢剧本杀，因为我觉得密室太吓人了，还累。剧本杀我就坐那儿，我就还能点点外卖啥，还能跟朋友聊聊天。就没有那么累，但密室的话，我就是觉得又要动脑子又吓人，然后还要费体力。
我知道什么叫回放，但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怎么把回放弄出来。重点不是点外卖，重点是那个氛围，知道吧？就是刚染完头发，不要只洗半个头，不然你的头发会变成挂耳染。我现在头发就是挂耳染红色，粉色头发挂耳染红色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洗半个头洗出来，没下哭，我才不会哭呢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哎，晚安怎么唱的？几月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总轻易的走散，情意绵绵，总遇见一丝千为难。拜拜，晚安。今天没有放，我唱了也算啊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